哦，Hello，大家好，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Podcast 节目《塞恰塞雀》，我是 Inside 我 Chris，是 Inside 的 Mia，我是 Fox。好，看到我们三个登场，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讲新闻的恰特了。那今天第一题，我们要从先请 Mia 帮我们，不是我，对啊，最近很，哦，这一题最近蛮夯的。确实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 Twitter，就是经过我们 Fox。强力推荐之后呢，应该有蛮多朋友有去申请 Twitter 账号的，对。那可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吧，算是周末的时候，Twitter 发表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临时政策，就是限流，限流。限流的意思就是，哦，限流不是就是限捞的海产那种东西哦。限流就是说呢，马斯克发了一个贴文说。如果是你是有买蓝勾勾的用户、订阅用户的话，你可以，他一开始是说你可以看多少6000则贴文，因为他更新了3次，然后后来又变成8000，然后后来又变成10000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没有付费的老用户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600则贴文。然后如果你是新注册的用户的话，它就变成300则贴文，然后这是你可以看的贴文数，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设定超奇怪的。就是你常听到说哦，限制发文、限制触及，但是它这次是限制你可以看的贴文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标准。那马斯克的解释是说呢，因为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攻击，就是机器人跟某类似某种 DDoS 攻击吼。然后大家就说，好吧，我觉得我最近看到的垃圾贴文蛮多的，所以有可能是真的是这个状况要解决。那他也马斯克强调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就是等到这一波过去的时候，应该就会恢复，不会再限制了这样子。但是，坊间有另外一个说法传出，也就是说呢，其实不是。那个敌对势力或者什么邪恶的机器人攻击他们的网站，其实是 Twitter 自己 DDoS 自己，因为发生什么事？有一个有一说啦，但是没有人确定说到底是谁先谁后。等于说，因为之前 Twitter 不是改了它的 API 政策嘛，所以造成说，有一个前端的功能坏掉了。然后变成他自己一直读不到那个首页，他就刷刷刷刷一直刷，刷到一个变成自己 DDoS 的自己的状态。传说是这样子，因为有人看到这个现象，但是究竟是因为这个功能坏掉才会显示成这样子，变成自己 DDoS 自己，还是他真的已经被 DDoS 了，只是这个功能后面才坏掉啊？没有人知道。反正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如此一说，我看到最早的关于这件事，还有江湖传，一开始啊，哦，对，最早还有是，人在传说是马斯克为了要省钱，忘记买云端空间，这种更夸张的那个传闻有流出但是来。确实也是蛮有可能的，就是反正马斯克大家都觉得有可能。那重点是怎样呢？重点是现在。大家上礼拜好听的话，可能还记得那个马斯克 VS 祖克伯的故事，就他们约了一场架嘛，然后在拉斯维加斯打铁笼大赛。那起因是什么呢？起因就是 Meta 想要在 IG 里面做一个，应该说附属于 IG 的 App。那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主要功能就是抄 Twitter。他 说：“我现在需要一个短文平台，所以我在 IG 这个 brand 下面再做一个 App。”那这个 App 主要的功能就是跟推特很像，然后可以发一些短短的废文这样子。那这个 App 呢，传说已久，现在已经确定本周会推出，7月6号吧，美国时间会推出这个 App。那如果你在 IG 里面的搜寻框输入 Threads，因为这个 App 就叫 Threads，就是 Threads，那它就会给你一张门票。然后你就可以点那个门票，点那个门票以后呢，它就会有个 QR code，然后那 QR code 就会带你到那个 download link 里面，但是现在还没有开放 download link。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到 App Store 里面搜寻 Thread Threads，现然在后也你就可以先预先 preload。那等到7月6号开放的时候就可以下载。理论上应该是啊，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只针对北美或是有限制区，但目前看起来是都可以去
下载的。那那这样还有什么？目前除了你需要是目前看起来可以下载之外，你要 iOS 用户，因为 Android 的 App 它是写 coming soon。Android 使用者要哭哭啦。iOS 写的是 preload 啊 ，Android 上面写是 coming soon， 所以想必7月6号是没有安卓的版本。哇，又没有安卓了，Android 要哭哭。但因为原本上礼拜说 Elon Musk 要跟这个 Mark Zuckerberg 打架。對结果妈妈 Elon Musk 的妈妈出来说不要不可以，你们只能嘴巴讲讲，不能真的打架。可是我看起来后来是说什么真的还是要打。对啊，因为真的有练啊，然后真的有练约了，对、啊有约吗？真的有约成吗？有约成吧，目前看起来正在约，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就是要准备要帮他们捞一笔，对，就是应该说要帮他们约成，就包括旁边的人都在画修，对，旁边人都在画修，然后那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也有教练开始教马斯克在练拳了，哦，对。所以他们是真心要打嘛？嗯，现在看起来会超像，然后也很多人就讲说，那就干脆以慈善拳赛的部分来举办这一场世纪大对决。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IG 的 Thread 这个 App 的宣传阵容有多大了。哇！我们邀请到了全球前十大富豪中的两位。来进行生死格斗赛啊？没有，没有生死了，先立个生死状。哇，这个真的是损失巨大。但是没有，他们可能应该就是大家互相练个身体，打一架，互相这个练拳头，撂下话题。到时候搞不好 Elon Musk 说：“哎，我们大家来开个 space 啊，或者是我们一个 thread 专门来讨在推特上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边在造势。”所以梦从上也是双方造势啦。没错。对。那反正总之就是这样啊 ，Threads 就趁他命要他命，叫大家赶快下载一下。对 对, 对。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抢先登记。对。以上第二则新闻。第二则新闻，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古早的网络品牌雅虎身上啦。那最近雅虎最大家应该不认识，现在雅虎最新的 CEO 是谁？那现在。哦，真的吗？认识吗？应该不认识。我怎么记得是一个以前什么某个搜寻引擎的老将之类的。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记得有这个印象。他现在雅虎 CEO 全球 CEO 是叫做 Jun Lanso。那 Jun Lanso 他最近接受英国那《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他丢出一个震撼弹讯息，他就说他要准备让雅虎重返荣耀，再度上市。哦，就是要再 IPO 了，对，再 IPO 一次这样子。那在这一次采访中啦，那 Jun Lanso 其实他没有特别说出一些细节，就比如说雅虎现在到底赚多少钱，营收到底多少，那净利到底多少。但是他说雅虎现在在全球搜寻市场上，那他毕竟还是排行第三，那全球网站全球排行第三，对，搜寻量全球第三，那网站流量的话全球第五，听起来就好像好像还是蛮有底气的吧。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这个营收，但起码从这两个量来看，那还蛮有底气，所以他就决定说，那他就现在也表示说了，那经过这几年的整理啊，雅虎在财务上其实有受过伤，然后现在的受过什么？有受好好的受过伤，受伤，受伤。我们在想说他是受伤还是受伤？受伤，受伤，受伤。现在的现在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的表现蛮良好的。那他也说公司很赚钱，表示就是说盈利能力不错，所以就是现在是有看起来是可以，看起来又可以再挑战 IPO 了。那当然他没有公布详细的营收的状况嘛。那我刚刚有稍微查了一下，大概从大概有美国的公司网站表有推测，大概现在雅虎的年营收大概是可以大概到10到30亿美元之间。10到30亿听起来很多，但这是什么概念呢？那如果拿 Meta 的2022年的比的话 ，Meta 一年的营收大概就是1160几亿，1160几，所以大概是40倍左右。对，大概是40倍、哦。所以大家有个概念，现在这个全球雅虎的营收大概是 Meta 的40分之一，
或许或甚至是更小。对对 对, 对，这只是估计啦，因为毕竟雅虎它已经不是上市公司了，那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测的概估而已。对对 对, 对, 对，那我觉得雅虎其实蛮好玩的，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就想说，特别是雅虎前几年，它一直不断。一直被买来买去，那每一次被买的资产就要改名一次，哇，好可怜哦。那没之前啦，被每被买一次就是、那個，我真心诚意耶。对，我觉得你投入了感情。对啊，对，我觉得你有感情的。然后就是像这上次被交易，那像雅虎啦，那还有 AOL， 然后还有一些媒体品牌，比如说 TechCrunch 跟 Engage 嘛。那上次是 Vision。把这些资产以5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一个私募基金阿波罗管理公司。哦，对，也是这一间阿波罗管理公司，就是请来 Jim Zenzo 来重新主导雅虎，看他怎么样整，看他能不能整理一下，那有什么作为？嗯，然后到了现在，那这让我想起了，就是但是像我觉得这应该也是。Jim Zenzo 受益下所做的。那雅虎其实前一阵子就有讲说2023年他们要一口气裁掉 20% 的人员，那差不多是裁掉1600名左右。 嗯，所以那员工剩下8000，然后才8000，可台湾感觉人蛮多的。因为台湾因为应该说雅虎台湾对全球雅虎来说还算是蛮大的大的重镇，有可能，因为除了美国之外，可能台湾就第二大了。就我猜了，我猜有可能是全球前几的。那相对来说，那雅虎电商在台湾也还有一定的活跃度。这你要接下一个，这是个梗，是不是？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关于电商这件事呢，昨天就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雅虎决定把它三个电商平台的其中之一，雅虎超级奇，那个雅虎奇摩超级商城给收掉。OK， 那大家知道，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概念，要介绍一下奇摩超级商城是什么吗？对，就是大家我们就。就俗称，如果你把电商有所谓的 B2B， 那 B2C、B2B2C 跟 C2C 嘛，那雅虎这三个都有。那个一个是雅虎 B2C 的话，就是雅虎购物中心。什么叫 B2C？OK， B2C 最简单的就是，我这个公司雅虎这个是直接跟消费者做生意的关系，或自己进到自己的仓，发票也是雅虎开发票给你。这样子，对，B 指的就是 business 嘛，就是商务端、商家端 ，to C 是消费者，消费者，所以就是商家直接对消费者，对，那基本上就是雅虎对直接对消费者，那雅虎这边他自己会去处理所有跟供应商端的东西。我们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PC， 我们一般的 PC Home 跟一般的 Momo， 但 Momo 也有类似的架构啦，但我们只是一个很。概括要讲这件事情。对对，那反过来说，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C2C， 也就是广义的消费者对消费者，或者说小店家对消费者。那这个的交易，那当然是电商平台在中间就是比较单纯的扮演资讯流。那现在当然也有金流服务，但主要是平台的角色，对平台的角色。那最当然开发票的话，就还是这些小店家、这些个人卖家。那个人在家没办法开。发票嘛，所以没有发票。但是如果他是有一定规模的小商家的话，那他开发票就是这些 小店家开给消费者，对，就是 C2C 模式。C2C 就消费者 对消费者。那我们最常见其实就是虾皮最原本的样子，比如说旋转拍卖啊、虾皮拍卖啊，或者是我们传统一点是露天拍卖，对，都是这个范畴。那所谓 B2B2C 当然就是听起来就是介于中间了，它比较接近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拿百货公司来当做譬喻，也就是我先盖一个大的商城，一间大百货公司，但是我设计了很多柜让品牌可以进驻，对，然后这一些柜呢是由品牌自己营运这样子。那当然在程度上到底要不要进统仓啦，发票怎么开啦，金流怎么，那其实每一家的 B2B2C 的做法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主要来说它就是介于 B2C 跟 C2C 中间的一种。起来雅虎也是现在 就是做了 很类似的事情。这个我没有非常的确定啊，但是我以前似乎隐隐约有听到一个说法，是因为原本他们可能在 B2B2C 在超级商城上的商家，
那这些商家可能就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就会把它转成是变成是 B2C 的，就是这个他原本雅虎的 B2C 叫什么？雅虎就是购物中心啊，就购物中心就转到购物中心，对对对，所以最终可能变成是其实同一个商家在三个地方都有，对，那重叠性很高，然后可能资源分配等等 的原因，所以最后其实可能就中间这个就没了，对 对，就变成在购物中心跟拍卖，对，那或者甚至是拍卖的卖家变大了，原本是一个小个人小商家，那哎叫你来开个店啊，或者你直接就直接进驻了购物中心，所以就过去了。那所以其实 这中间的关系其实是某种流动的，对对对，但看起来这流动的结果最后是中间这一层就比较式微了，就比较式微。那如果说以一个财务导向，如果你说真的是要组织瘦身要节省成本的话，那似乎是一个合理 的决策。所以我们结论是这样，就是雅虎的本体主体整体美国的部分，对，要打算重新有计划再重新 IPO， 对，那台湾则是电商这边缩减规模，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对对对，因为就是瘦身的部分嘛，对，那就是想办法让整体再打包上市，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对对对 ，OK， 好，好的，第三则新闻之前，我们来一个业内广播，要自己广告自己，自己工商自己，哇，差点忘记了，好险好险，耶耶，哇，真跳哎，要希望，OK， 谢谢各位，那我们来宣传一下，未来大人物啊，是未来大人，我以为是 Inside Possible， Inside Possible 好像也需要宣传。OK， 我们有两个活动啊，一个是关键整体集团里面的每年一度的活动，叫做未来大人物。没错，好，我来讲是不是啊，主题是呢，关键评论网有一个未来大人物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要选出大人物，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请大家帮我们提名一下，参加未来大人物的算是选拔吗？没错，没有，未来大人物在干嘛？你什么都没讲，那我们要选啊，OK， 选什么啊？就是未来大人物是说他会找不同领域的人，然后要有利他共好以行动发挥影响力的特质来推动社会的改变，类似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会选出算是年度代表人物吧，那我们会有专业的评审团然后来选拔，就是说有一个是我了。据说，算是关键版的年度人物这样子。我必须这样讲，我觉得这还是讲太 rough 了。就是每一年关键都会选出一个所谓的未来大人物。那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选的是属于我们不是锦上添花型的。也就是说，锦上添花型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活动，其实这些人其实就有名的，你只是在把它列入到一个更有名的名，可能更有名，可能不有名的名单。那他大部分人在做的是一个石头汤。那我觉得，关键这一个做的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提出来的是，我们希望这些人是更不为人知，或者说他知道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觉得他对于台湾的社会有深远的影响。那刚刚 Mia 有讲了，他有可能是利他，可能对社会有什么重要的贡献。虽然今天讲利他实在是很不吉祥，但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是一个对我们接下来社会是有影响的人。那过去其实我们应该说关键评论网选了非常多这样子的伙伴出来，那我们也确实在这十年来看到有很多人是更有贡献。那我们觉得这样是一个应该说关键持续在做的事情，所以今年我们就是开始选拔今年的未来大人物。那有一些详细的条件，王子我是直接念出来吗？大家可以接受吗？我们的王子是，或是搜寻什么啦？搜寻2023未来大人物应该就可以找到了。我现在搜寻，其实打未来大人物就可以了啦。啊、我立刻证实这件事情，证实一下可不可以搜得到？搜不到就不是这些人念广编稿都没有考虑到受众到底要怎么去
认真的转出来，我也是傻眼。我很害怕是你们现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进来之后是旧的网页。哎呦，可是他妈真是旧的网页、啊，打了2023未来大人物还是旧的网页哦。哎，fail， sorry 啊 ，guys。有啊，打2023，我第一个就是2023啊，所以要加未来大人物变2023未来大人物，那这个就会找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报名啊，我们希望支持的方式啊，那跟填表格，那欢迎大家推荐我们，就是你们看到你们觉得优秀的台湾的新时代 ，OK， 谢谢。那我们要宣传自己的活动，也算、yeah. 也算，关键也是自己的活动啦。另外一个自己的活动是 Inside Possible， 哎、欸，我们前几次其实直播的时候有提到，但是我们六月场已经顺利结束了，圆满成功。那接下来还有七月场开始报名。七月场呢，我们这次的时间是7月14号在华视大楼举办，一样是华视大楼。那Inside 七月场现在是开放报名，邀请到的阵容呢是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的秘书长，还有宜兰中山国小老师跟维格国际学校的总校长。那我们这一次主要的主题，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教育跟AI 之间如何互助的部分。嗯，那还有哦，对，还有一位创办黑加加围棋教室线上围棋学习 App 的围棋人科技行销长，这个阵容、哦。对，所以是总四个人会讲。对对对对。哇、哦啊、我其实我比较想叫黑加加来了。个人私心，个人私心没有，但希望他来了，因为我们这场是讲教育嘛，因为我们上一场其实是比较讲 AI 跟行销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一场是要讲教育。那教育我们为什么找了这些朋友们来，是因为他们在教育或者相关的这教育相关的领域，其实都有一些实务上现场上的做法，那就是台湾第一线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那当然它不是全貌了。那但围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讲围棋这件事情？是因为围棋其实是受到 AI 围棋产业是受到 AI 产业影响的第一波冲击。我们想到 AlphaGo。那当年就是把韩国人给干掉啊，然后也把世界棋那个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就韩国人干掉啊。韩国那个是稍微之前一点，那这之后是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哦，第一是中国人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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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那所以反正就是对整个围棋产业有很深大很重大的影响。那这已经很多年前了。那其实我们要了解的是说，那接下来呢 ，AI 冲击了他们之后，这个产业还是一样吗？看起来还是一样，或者我说还是活着啊，他并没有活着、啊，但当然还活着，而且据我了解，其实真的有被 AI 改变不少事情，对，嗯、改变很多事情，但这个产业是活着的，活着的，所以他们还是活了，没有觉得说，哎，我们不学，因为 AI 都会了，所以我们不学围棋，不会，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嘛，没有，那反而我们知道是因为因为了 AI， 所以他们在。所有的套路上面，我忘记叫这叫做什么棋谱还是套路，棋谱还是叫什么，就是棋谱。那棋谱上面其实对于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有深远的影响，那当然就影响他们整个产业。那这个对等于换而言之，这其实就是对于教育产业的一个冲击，而且是好几年前就发生了、那我们想知道说，哎，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然后现场一样就是。啤酒喝到饱，零食吃到饱，感谢干爹们的赞助，然后感谢成果行销的赞助。对，大家可以多聊天呢、因为我们那个上次活动举办，我觉得大家有点害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趣的，就是大家其实害羞，我们可能得想个方式让大家有机会破冰，开心起来，破冰，然后说哎，就米娅就开始跟大家聊天了。然后什么跟我说什么晚安嘛，卡巴卡，卡巴卡又来，还来，对，这招玩不腻啊。对，好。那这个是工商的时间，耶、yeah, ，太好了，我们进到第三个题目 ，PC Home。第三个题目刚才讲完雅虎，而且是雅虎，那雅虎是那超级商城，那接下来就要讲讲刚才有提到的 PC Home 了。对，那 PC Home 最近新闻也是蛮多了。那首先，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哦，刚好发生在我们上次录完音的时候，上个礼拜那直播完录完音的时候，那 PC Home 的脸书发了一个。
个让人觉得有点压抑，甚至引起炎上的一则贴文哦。那大家就是想说，上个礼拜最夯的 Me Too 新闻，那就是黑人的 Me Too 事件嘛。那但是 PC Home 呢，这一次为了要推一个蓝牙自拍器，结果用了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梗。那他的贴图啊，用了蛮多，听起来现在很哑巴的文案，就比如说传自拍照给白人哥看看啊，那个影射的对象非常明显，然后说什么这样才可以送你一些衣服，然后教你那么多，你要先亲我一下，就等于就是用把之前大牙讲的事情，然后把它拿来当做社群梗，然后拿来作为那个作为商品的贩售的文案，那这样子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妙。那果然就在网络上炎上了。那隔天啦，那当然隔天 PC Home 的操作其实也很标准，就是隔天社群主管就自己直接在脸书上发文道歉，那就是讲说那个不应该使用这样子 Me Too 的文案来当作梗，然后也就表示说那整个 PC Home 公司会继续支持，然后支持 Me Too 运动这样子。对，这是上个礼拜在社群发生一件事。可是，那其实 PC 我们要讲的是它营收了。对对对对对，这只是一个小开头而已。对，因为因为上次刚好我们上礼拜同这个时间礼拜三中午的时候直播，然后就直播完之后就 PC 就他们的法说会，刚好股东会啊，对不起，法说会，股东会，那刚好是第一季结束吧，我猜应该是讲第 Q1， 对，那就表现状况不太好，因为詹先生自己出来解释这整件事情。对，好，在股东会这一场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一场的股东会当然就是聚焦在2022年整年 PC Home 的表现，那 PC Home 2022年的整年营收是461亿台币，那它是年减 5%， 营收光是年收就营收就是减了 5%、那而且有造成合并营业亏损有亏6000万元，那净利的话是4360万元，也就是等于说从亏损跟净利加起来的话是撩级的啊。对，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对 对，营业亏损，我刚才讲是营业亏损约6000，然后净利的话是4360万，所以亏了1000多万。后面那个字是净利吗？对，后面是税后净利，好像不是这样子算啊，不是这样子算吗？因为税后净利应该是已经扣完所有的费用、所有的成本之后，才叫做净利嘛。那你不是净利就是净赔，所以那个是一个最终结果了。那你赔的话，损失就是损失。Anyway， 所以不确定是什么。OK，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稍微再找一下新的资料。全年亏损。你要讲是第一季还是去年全年？全年，全年亏的话就是全年亏营业亏损就是6000万。6000万。OK， 好，对，好。然后这样子亏损，那相比的，那也稍微介绍一下 Momo 的部分。那 Momo 的在全年营收是1034亿台币，那整年年的净利是34.33亿，这是净利。对，那虽然说在毛利率跟净利都有稍微下降，但是跟 Momo 比起来 ，PC Home 的表现是真的很惨啦。人家是可以赚30几亿的，可以赚三十几亿。大概2-3年前，我们还在那边龙头换人做 PC Home， 要不要一搏？现在没有一搏了。没有。从财务表现的话，是真的是蛮真的是蛮惨的。那詹先生其实自己有归纳出几个问题啦。那首先他就认为说，从2021的年末开始，那 PC Home 就那当时就觉得说，当时做了一些决策都算是不太对的。比如说他就说他们从2021就开始就说，哎，自己已经有观察到一些业务的下滑。那他们当时做的决策是，2022上半年决定要加大行销预算，也就是跟人家拼行销战。哦，对，
但是张先生自己解释说，那其实在招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也就导致那之前的执行长蔡凯文因为要负责这件事情然后离职。嗯，对。然后另外一个点是说，那这个是从行销站的部分，然后更深层的原因是詹先生自己也认为说，从 PC Home 自己的消费的结构来看，他们也就认为说，过去我们都对 PC Home 就觉得说啊，他们3C 卖得很好，嗯，但是詹宏自己也认为，只有3C 卖得好是非常危险的。那果然也落实到现在，就他们危险在哪里？太单一吗？只卖3C。然后男性消费者比例也太重了，那整个消费结构其实并没有像对手来的全面。比如说像 Momo 的话，那他可能消费他的 3C 的占比就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少。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啊 ，PC Home 只有 3C 能打，其他都不行。哦，对，是这样。那第三个点，那当然有谈到，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传的 PC Home 的技术在，那他这次有特别把仓储系统有那拉出来讲说，那 PC Home 的仓储程式是早年自己写的，那这曾经是台湾电商的创举，也是帮助 PC Home 在当时跟 Yahoo 的竞争中可以那竞争可以脱颖而出的一件事啊。但是到现在这个仓储系统用太久，而且也太老了，没有人再用相同系统，那跟外部对接有困难，也造成就是跟供货仓的对接啦，在一些关卡上是非常困难的。那而且这一套系统，而且毕竟是自己写的，要找到可以维护这套系统的工程师本身就很难，因为已经太过时了。所以就这样。是的，詹先生，这詹先生的说法，以上是詹先生自己的说法。那你有什么说法吗？没有。你有什么评论？No comment. No comment. 会怕会怕。对，但他们这意思就是说，面临非常多的技术债了，而且这技术债显然，蛮重的。对，就是不管是仓储或是网站部分，尽管很多人现在还是在讲网站有一些问题啊，那据我们的理解是他一直都有在缓步的改进。对，那只是说他当然请大家不要有一个就是会忽然间蹦全部都会忽然间改好，或者是每一个地方都会做得很棒的这种理想，但是是不可能的啦。你看，你说认真来说啦，就是Facebook 或者是 Facebook 也是一团糟啊。我们其实我们在用的，天天在用的 Facebook 也是，我觉得功能很多上都很多问题。IG 其实也是，对啊。那YouTube 其实也是，我最近认真用的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同领域的虾皮，我觉得也没有很棒，对不对？就我没有用它卖过东西啦，所以我用它买过东西，但是因为整个那还算简单，不是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你没有觉得有特别大的缺陷，对。你有觉得虾皮它什么推荐比较好还是什么鬼？它反正界面一定会有问题啊。嗯，对，嗯、就是比如说搜寻的时候，我觉得它搜寻功能其实也没有很好，所以出现品项有时候会有点奇怪，就跟你搜的有出入。哦，我知道什么都很多的一些人都情色的东西。然后你的那个筛选的界面，其实它有时候也会反应不灵，就是等于我按下去它完全没有反应，类似这种就是小小的 bug。然后我其实最近也在尝试着要用Momo，因为我是一个很少购物的人，我可能反而用我买那个买猫的罐头，我跑去了这个虾皮，然后其他东西我真的很少买。然后我最近因为我用酷棚是吗？对 对，没有，我最近用了那个，正因为我最近办了台湾大哥大的门号，我上次我们可能在前几次直播有讲过，那我办了之后。他送了我一堆 Momo 币哦 ，Momo 送了我9000块的 Momo， 不愧是生态系大战。对，就是每个月送你1800块，应该是 Momo 币还 Momo 点吧，我搞不太清楚。然后反正意思说你每个月都得去 Momo 花钱嘛。那你花钱之后，他说假设如果你这1800块，你有再多花钱，就是强迫你再多消费，你可以再有更多的 Momo 币回馈。嗯，他就是反正你都绑进来了，他就一直把你圈进去。所以我现在就在用 Momo， 那现在 Momo 你其实看这个折价券的规则之复杂，然后整个我觉得非常的，我觉得有非常多东西你好像
应该去试试看，但是东西太多了，多到爆炸，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就是很繁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电商做到最后的必然结果，但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对，那当然接下来就是看它速度。其实速度，我感觉我其实昨天的凌晨下单的，也就是说这已经超过了24小时，可能36小时了。其实东西到了，就是我订了一些水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说特别快吗？我还好，你也没这样子觉得。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其实可能是生态系的大战啊，那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台哥大这些，然后富邦，然后某某这样打整体战，其实影响蛮大的。我觉得影响也蛮大的。还有电视购物，对，我觉得 PC Home 大概还有几个有跟技术有关的环节去讲。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记得，其实 PC Home 去年特别要为了应战双十一的时候，有在首页有改版过一次。对，那但是据说这一次改版有让 PC Home 自己的 SEO 或者是在整个有掉了。那掉了以后该不该掉了以后有没有把做相对应的措施把 SEO 救回来？感觉跑马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PC Home 第一个漏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听说了，我不敢说。应该说我从朋友那边听说的是PC Home 的 SEO 为什么会这么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 Take 做的其实非常弱。我们现在看，如果你说跟电商相关的 SEO 那排在几乎名列前茅的，应该算虾皮做的最好。你现在打任何跟电商有关的，可能一开始跳出来是虾皮，然后接下来是 Momo，PC Home 真的要到蛮后面的。这跟我的印象不大一样，因为以前 PC Home 的其实在前面，只是说可能他们真的在改网页的时候把它改到。可是对我来讲，这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在改版的时候，难道这些专业的外包的设计师他们没有考虑到 SEO 如何把它过继到新页面的做法嘛，这听起来不大合理。应该不大合理吗？对对对对。然后这么旧的网域，理论上它应该也会有加值的权重，不知道。Anyway， 不过像我现在马上刚打了几个关键字，那比如说我打公路车，在我的第一个是某某，然后第二个是虾皮 ，PC Home 是第三，然后另外一个我打那个洋芋片，我爱吃嘛的状况也是差不多 ，PC Home 都是排在比较下面。好，所以 ，Well， 这个是个问题啊，但就是一直要持续解决洋芋片。怎么？等一下，现在马上24小时送到洋芋片，送到办公室里面。第一个是谢谢大家，谢谢主编。我第二个是 PC Home， 第二个是 PC Home，我第一个是雅虎，第二个是虾皮，第三个是 PC Home，Momo 在第四。Momo 在第四。对，反而然后再是家乐福。再来就是爱料理，哇，我没得到。对 ，OK， 我先跟大家，所以这个战场应该把爱料理算进去。对，哇，你们是个，对，你有看你的有吗？我的有爱料理吗？我的没有爱料理，可是我的跟你差，就是差在那个我的第一个是虾皮，第二个是雅虎，然后 PC Home 是第三 ，Momo 是第四。啊，那你再往下拉是什么？家乐福啊，再来，东森购物，然后接下来才是爱料理。OK， 我的东森购物比你高一点。OK， 好，没有，这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对，好，所以最后，因为在这股东会里面，詹先生有在聊到说，应该是有记者问吧，那时候没有记者在，那应该就是问了韩国来的酷鹏，那酷鹏是一个就是韩国最大的电商之一，那他在美国已经上市了，号称韩国亚马逊，号称的，号称很久之前说进军日本跟台湾，那日本好像已经撤了，那台湾是现在应该是进入了 phase two， 因为 phase one 在做这种小区域的生鲜电商，我有点过，大家很爽啊，超赞的，大家很爽啊，但是这个 scale up 可能显然有问题。对，确实，确实，因为它真的很快到一个。
你知道你如果用过 Foodpanda 的生鲜，或是其实 Uber Eats 现在有做生鲜，对，你点购的话，你会发现它顺序感觉应该是说不太有人想接或是怎样，它顺序感觉在送餐的非常非常后面，所以你可能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拿到。那你就是想要外送的话，第一个除了你不想自己出去的话，正常情况下你也会期待半小时内收到吧，因为这情境通常是你很晚了想要买个零食吃，或者是说你正在做饭然后发现什么东西没了，所以你也不想自己再出去。可是这个情境就是如果你真的一个小时才收到，你真的也不需要这个东西。那但是 coupon 是非常极端，就是我们之前点过，连我应该是说我虽然在一个不是很偏远的地方，但是个难到达的地方，它还是可以在15分钟以内送到，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也许10分钟就到了。对，可是它那个是一个很小区域的事情，而且在天龙国中的天龙国。对，但是大部分你再去看其他人的评价，其实都这么宽，那它就是要设非常多场，所以成本蛮高的。对，所以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永续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没做了。但是消费者很爽，多希望它还在。不赚钱再爽也没用啊，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了。那反正他现在反正就第二波嘛，然后搞了应该也有搞了物流仓，然后现在主要的噱头我看起来蛮多广告的、啊、就是、哦、对，在不管在 YouTube、Facebook 上面满地广告，然后再来是他们也砸了蛮多什么首购金200几百的、他现在定位就拿掉生鲜变成什么都卖的商城，然后尤其他是韩国的大型电商嘛，所以它非常多的东西是跨境的、嗯、然后也号称大概一个礼拜会送到台湾，所以其实速度算蛮快的，因为你有在虾皮上面号称台湾有现货，但是出货地是比较大陆的一些商家、嗯、那可能超过7天你都不会收到、嗯、所以又是韩国商品直送，然后7天会送到，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价格又便宜，嗯、那进来真的是大家就是大家很辛苦，如临大敌。对，因为他韩国进来，他甚至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先到台湾了。嗯，他其实先有些库存，他有分开来，他会标，就是跨境的他会标跨境，嗯、然后在台湾的他会标，我忘记他会标什么了。反正他就让你有个心中有一个期待值跟就反正理解这件事情是他是在韩国还是在。对对对，台湾的，然后再来那台湾的应该更快，应该不知道，应该3天以内会到吧？对，然后非常多的家长们会上面买，我看起来是买什么奶粉、尿布之类的。嗯，然后、哦、那我要参考看看。你到现在还没？哇靠！哇你好，你真的落尾。我要加一些妈妈社团。没有，我都看我楼下的药局啊，因为我家楼下就有。我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买韩国的，但是他们就说韩国的很好买。那我上次贴了一个发了一个贴文。超多人反映说很好用的，真的这个有一阵子应该一两个月前的事了，所以这蛮严重。那我据我所知啦，这个韩国老板 CEO 现在就是人常住在信义区，哦是哦，据说是住在 W Hotel 啦，本人在信义区坐镇，就是对坐镇，所以他人是在台湾的，那所以他等于是认真要强攻台湾。OK， 那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供应商反映说，他们其实是会买断，买断之后再用地价丢出去，哇，那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隐隐约约是个蛮猛的竞争对手，嗯、但是他能够这样子补贴战跟你打多久没有概念，嗯，但无论如何，可是我觉得他补贴很克制的，克制啦，他算是克制型的啦，对，因为他也没有什么3-5个节日每天在那边等你领什么优惠券之类的，他也只有新户礼就这样没了。对，但是我要讲是说，这对于其他人来讲，又类似跟当初虾皮的状况一样嘛。嗯、你又有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然后愿意补贴来跟你打一阵子。那不论如何，这个得益的是台湾的消费者，希望啦，嗯，希望这个模式既可以让他们活下去，又可以让我们感到哇，好便宜，好爽，又快。对，那这是电商这个综合型电商。很卷的现状。好了，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Yeah. 欸、还有补充吗？没有。有吗？还是聊天室的朋友们有嗨起来吗？没有，我最近是有一些回应的，但是就这样。没有吗？我现在正在用一个叫做 StreamYard 的东西，因为前两天跟福哥直播还用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的 logo。
然后它可以整合许多直播的东西，但因为我还没付钱，所以你可以看到 Shreya 的 logo 在我们的右上角，然后有很多 feature 我也还没试出来，所以大家看着办吧。嗯，对。哦，那在 Inside 这边我就是用传统的 OBS 直播，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什么差别。对 ，OK， 谢谢，好，我们试出来再跟大家分享，谢谢，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